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，我是勇哥黄永文。今天是礼拜二，大盘又大涨128点，该怎么看？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与分析。我跟你分享过以后，是不是在520之前创下近期的新高？那其实你整个盘势来讲的话，你也不要太紧张，不要太害怕。你要常收听我的节目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个行情觉得走得太差，基本上很多的股票持续往上翻扬的动作，如果你有跟上航运股的话，你其实就可以赚到这一波的行情。那我跟你分享多很多股票，其实也不是很多，都每天几档股票，带几档新的给你介绍一下。其实来讲话，很多档股票是不是说最近的强势族群？所以强势族群怎么抓，其实都是在微笑里面出现转折的时候，它有发散格局的时候，整批股票几乎都可以抓得到。那我们看一下大盘指数上涨128点，各位最高上涨136点，2099是创下近期的新高。那其实整个盘面来讲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一个稳定成长的格局往上涨，21000应该明天就过了。所以其实整个盘势来讲的话，你只要能够稳定的从上涨的话，我认为很多档股票都有机会持续的过高。大盘来讲的话是发散格局，虽然美股狭幅震荡，电子五哥加上货柜三雄都见创下新高，另外 AIPC 与业绩股题材齐涨，指数再创新高价。那我们有跟你说过，其实整个盘面来讲的话，台积电很重要，所以各位台股来讲的话，最近包山又包海，山呢护国神山台积电，海呢航海王登高峰。那其实我都有跟你说过，航海王在涨的时候，我都跟你说过，你要跟着我脚步去操作的话，其实你知道有勇气、有行动力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很多张股票都会是个标股。所以各位，其实利多连发，航运股扬帆再起。当时我有跟你说过，其实你比较不相信，当它成为真的会涨势的时候，你要把握它的机会。其实很多的股票都是在你不相信中，它持续往上做翻扬的动作。那来讲话，其实很多的股票记得逢高也要做一个调节，这非常重要。不论你看谁的节目都一样，在每个节目当中，我跟你分享多股票，那其实有多标股的话，在一个成型里面，你都可以做到一个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。当然来讲话，你看节目我没有办法跟你知道什么时候卖出，但是来讲话你自己要做调节，这非常重要。那其实我跟你说过，海运景气第二季会转，第三季变数多。那其实整个航运股来讲话，如果你有听我节目，其实我跟你分享几档股票而已。各位，货柜三雄的概念股2603的长荣也创下近期的新高，2609的阳明349亿创下近期的新高，2615的旺海稍微有拉回，没有错，280亿。那其实来讲，基本面的来讲复苏，各位升平的长荣是买进，那没有错，其实外资有回头了。那为什么会回头呢？最主要是因为出口不顺之下，恐影响后续的接单，所以大陆缺柜严重，一场难求再现。那么机会成为航运股未来走势的一个稍微长期波的走势，稍微观察一下。那其实有时候来讲话，航运股曾经跟大家分享说，哎，你可以拉回找到相对性的买点是不错的。等这个行情稍微休息一下以后，有没有拉回找买点，这非常重要。那基本上我跟你说过，其实从新加坡你要运船到欧洲地方来的话，要经过苏伊士运河。那苏伊士运河这边有一个其实青年军的一个会攻击商船的机会，所以来讲话要绕过非洲的好望角，然后依次而上。所以新加坡到鹿特丹的航程，其实经过这个话会增加40%的航程，表示说你的运费要增加，你的成本会增加，但是呢，你的柜商的一个货柜的三雄的营收也会持续的增加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你只要听我节目的话，其实我都有提前跟你分享，不论我字标、我字卡都有跟你分享，那准准到位。那为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来讲，很多档股票其实都是在微笑里面出现转折的时候，自然的它就会有发飙机会。等一下大家复习一下 ，OK？ 好，那么在航运股来讲话，各位，我跟你说说阳明 ，OK？ 好，还有那个 FID 永道 KY， 那阳明呢？5月10号跟你分享 ，OK？SCFI 运价指数上涨，加上运河危机尚未解决，这边基本上来讲，我认为在一个应该说以色列跟
这个危机来讲的话，我认为来讲的话，短时间不会有解，除非以色列就这样子就结束他的拉法的攻击，否则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运河危机的话，短时间来讲的话，不论伊朗啊还是那些国家，会带动它的运价会上涨。OK， 好，阳明来话稍微2609稍微涨停板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今天来讲的话表现如何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么。其实今天也上涨到一个还不错的地位，过下近期的新高。那稍微看一下说，哎，我跟你讲的是不是跟我说都一样？各位，出现微笑转折的时候，发上格局，发上格局的时候，到哪里由市场去决定，不会去预测它的高点。基本上高点，你其实你听我节目，你一常常看就应该知道高点在哪里。那你不要去预测它，它涨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其实股票就是跟随的，因为我们散户投资朋友其实都是跟随股价操作。不论你的消息面、你的基本面、你的财务面报告多好，其实你的股价就是要反应。所以当着你看得懂股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，当你知道微笑转折出现发散格局的时候，这张股票就直接会飙升，这就是一个操作的 SOP 而已。所以你要有基本的一个操作逻辑，当你跟随勇哥的脚步出现微笑转折的时候，它发散格局飘出去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标股，没有错。最近大家说航运股航运股，但是来讲话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说，你要懂得自己要做调节非常重要。这句话先讲到前面，否则的话你等一下报上去又报下来，你说哎，老师你怎么没有说要卖出去？其实因为基本上一个金管会的规定，不能在节目带进带出，所以各位保护会员朋友权利，你自己知道说哎，上去完以后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10% 20% 以上的一个机会，无论 30% 40% 左右到哪里，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当你不相信航运股会涨的时候，当然没有错，之前来讲话这波我跟大家介绍过，但是它回档修正非常久的时间，大概修正了4个月时间，它往上去做拉抬动作。所以来讲话经过这个高点以后，我就知道说哎，它也会突破前部的高点，直接创下近期的新高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只要把之前的压力点突破完以后，可能主力外资就想做这种股票，当然来讲话它就有机会创下近期的新高。所以每档股票几乎都是在微笑转折里面出现一个发散格局，它就会飙出，它就会是近期的一个飙涨股。所以我分析的股票很多档股票，为什么每档股票就飙中飙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出现转折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发散格局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来讲话，每这个发散格局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哲学。所以各位欢迎加入我们 Light， 各位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我们 Light 就直接跟你分享的很多标股，将真的都在 Light 里面公开分享。那怎样加来我们 Light 呢？各位屏幕的右下角有个 QR code， 加它成为勇哥的好朋友。不论的有这好股票，你可以珍惜把握一个好的股票。我觉得股票来讲，我是死机财。当一个股票在成型、在发飙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机会财，跟随脚步就有赚钱的机会。所以各位，现在大部分说，哎，资金流向，各位，资金流向决定于强势族群。那资金流向于航运股的时候，我都有提前跟你说，我上礼拜我跟你说，哎，航运股就是近代的一个主流股。如果你有听我上礼拜五的节目的话，其实我都有公开说明。那每档股票来讲话，其实我都不厌其烦跟大家分享它为什么是个强势族群。其实你只要用点心，学到一个勇哥的微笑转折，微笑转折的话，微笑先生其实每档股票都有机会成为你赚钱的工具，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万海。5月10号，受到第二季及下半年因中东地缘政治影响，预期在美国经济好转下，营运逐渐回温。5月13号的时候，万海上涨了9.87%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万海2613。好，哎，对不起，2615，对不起，2615。好，它稍微做一个上影线，那这边稍微要注意一下了。OK， 好，那其实航运股来讲的话，应该是每档就会稍微做拉回，拉回后如果能够量缩化持续过高的话，或许就是下一次的机会。所以跟大家分享非常清楚。好，相关股票我最近跟你分享过，哎，中贵还有印象吗？中贵，航运族群中贵。那今天呢，各位，你今天随便怎么买，应该都是赚钱的，今天也是涨停板。OK， 好，看一下2613。好，各位还记得吧？昨天跟你分享完以后，今天还是持续涨停板，有没有机会出现什么东西？各位，稍微看一下微笑，出现微笑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它就会有机会成为标股。所以很多档每档股票，我可以跟大家
声明，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就是在微笑转折里面出现发散格局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标股。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只要好好学了这一套方法，跟着老师操作，其实很多档股票你都有享受到一个标股的机会。但是来讲话，进场点比较有勇气，要有信心，也就是说在一个它真的是飙涨的时候，你要把握是每次的机会。所以各位，你要锁定主流爆发的股票。最近跟你分享股票航运股还真的非常爆发，是不是？我都有提前跟你分享，我都有提前跟你分享说航运股真的要爆发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不论它转折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天，后续的五到十天其实都是你赚钱的机会。那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说不要去预测它的高点？当高点来的时候，你其实就会知道了。 OK，好，所以各位，你要专注强势族群，让你更赚钱。强势股的话，其实分享清楚，其实新闻性跟你说过，航运股成为最近的主流，是不是？我都有提前几天跟你说了。那每档股票是不是都很多档股票，其实都有提前跟你声明，它就是一个强势族群。当时我跟你说过，台股21000新天价箭在弦上，21000应该明天就有机会过了。520倒数，我跟你说过，这整个来讲话就是属于一个政治的政策性的盘。怎么说呢？基本上来讲，大概520之前，每一个如果你是当选总统的候选人，总统人，或许你就知道说，你把你的股价拉到最高点的时候，让你的下离任的时候，或许你的股价都很漂亮。没错，这就是你的政绩。大家讲话，你不希望说，哎，你还没到是520的时候就掉下来了。其实来讲话，对它风险比较大。当然讲话，它整个盘的话，因为美国盘比较一个杰出，所以来讲话，整个台股是属于一个多方趋势盘，没有错。好，那其实跟大家分享说，哎，看好 AIPC 华硕贝妥应战，强调全方位 AI 解决方案朝市服务商推进。当时候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，飞龙在天的股票，各位，华硕2357五档强势股群，这五档其实都是当时候的标股，科教这时候是标的非常标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话，其实欢迎我们回家，我们娘家来讲话，其实很多股票都有跟大家其实分享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华硕来讲话，今天创下近期的新高。但是呢，我昨天有跟你分享的那股票，各位，蓝天。AIPC 中的蓝天还记得吗？5月13号，作为蓝天呢，各位，你有听我节目的话，收到ARM本业至少获利20亿，加上2025年10月微软终止服务 Windows 10，不再提供维修和漏洞的修复，带动了换机潮。我跟你分享完以后，各位，今天又涨停板了。OK， 好，其实我跟你分享很多档股票，其实都是有涨停板的机会。我想你应该很少遇到这种型的老师。我有提前跟你说，后续的涨停板就由市场去决定。基本上来讲，就很客观跟大家分享股票，但是基本上来讲，我的股票就有机会涨停板。所以各位，很多的时候景气循环不同，个股轮流表态，逐低操作赚在当下。大家讲话，每一档股票要操作的时候，你要记得逐低操作，不论它的底有多低，或者是说它已经有发动的，其实后面的行情就非常非常大。当然来讲话，你要每档知道说，当行情大的时候，你要把握是很大的机会。所以各位，下一档起标股我准备好了，想要跟上脚步，打电话最快。我们进广告，谢谢各位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
鼎业投顾全新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，各位看这边，你要成为赢家的三部曲。第一个，你要事先预告，我有事先预告航运股是不是成为主流，没有错，印证给你看了。各位获利就要随便你，你要怎么买怎么卖就随便你了。所以各位跟上赢家的脚步，我们有提前跟你说过，其实很多档股票我都有提前跟你说过，不论讲在之前或者讲在之中间，但是来讲话，它的股票真的非常非常飙。很多档股票为什么会飙？原因就是说它有一个斜率比较高。当然讲话这是数学的东西，我不予研究。但是跟人讲分享说，它每档股票其实它会涨的时候，都有几个基本讯号。那我们看这边，以甬道 KY 来讲话，其实来讲，它出现微笑转折的时候，忽然的往上涨，没有错。转折完以后，就是往上就发飙股的动作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我都有提前跟你分享。在分享的过程之中，不论在之前或者之后，大家讲话基本上股价都是属于飙股。那所以各位，你要跟上研究，专业的研究，长期趋势、产业趋势向上，主力法人。法人主力操作法跟上脚步不同凡响。那为什么要跟上脚步呢？其实股票的一个发动点非常的快，发动完以后可能5到10天就结束了，比较不好的3天就结束了。所以很多股票来讲话，它就是一个时机财。当你要抓住这个时机财的时候，后续的一个盘势，比如说一个股票就是涨跌盘，涨势的话它可能花一段时间上去以后，跌有花一段时间，盘整的话花一段时间，所以接近都是1/3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你要记得盘面如果很震荡的时候，需要专家度过危机，迈向获利。当然讲话你必须要知道说，哎，抓对趋势向上，筑底买进会大赚。那我跟你分享的那股票甬道 KY， 跟你分享完以后就直接就飙出去了。我想来讲话，各位5月10号跟你分享甬道 KY 涨停板 ，OK， 买在之前的5月13号的时候，各位涨停板 ，OK， 5月14号呢上涨了大概是 7.93%。我怎么跟你说的，各位？电子货架标签商机 RFID 预期 RFID 标签需求快速提升，所以跟你分享完之前的时候，其实很早之前跟你分享过了，各位，5月10号。恭喜狂贺甬道 KY 6863挣了15.5元，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，续报即可。5月13号，各位，恭喜狂贺甬道 KY 6863挣了17元，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，续报即可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还真的就是属于一个时机财。比如说你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，每档股票不一定每个时期都会飙，当飙的时候，你要把握是那个行情，这就是一个操作小小的 SOP。当然讲话，你必须要知道说，哎。跟随市场轮动操作会永远领先。那为什么跟随市场轮动？在我跟你讲航运股的时候，是不是成为最近的焦点？而且来讲话，你自己要懂得要做调节，非常重要。我不想必须把这句话讲到前面。基本上来讲，我很怕你报上又报下。当然，你不会怎么操作的时候，记得来找我，非常重要。为什么会来找我呢？其实你加入我的 LINE 好友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这边来用 LINE 来询问我。OK， 将会有第一手消息分享。很多的机会都是属于一个标股的机会，当你知道这个标股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卖出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找我，不错。其实来讲话，你要知道说，哎，相信所见才能得到力量，改变你的习惯才能扭转命运，非常重要。当然讲话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各位，美国对入的新关税最快今年宣布，电动车提高3倍至100%。我跟你说过，电动车在美国来讲话，它一定要有所防备。否则的话，美国的汽车行业可能就完蛋了。所以来讲话，其实跟你说过，电动车大陆有做的时候，其实它很多的欧洲国家其实也遇到很多的风险性的东西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好，那讲完那么多了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哎，机器人，各位，自动化机器人相关概念股稍微注意一下。那机器人是蛮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很多的机器人都是未来可能是那一个主流，所以6188的广明稍微注意一下。OK。
好，它横盘完以后有没有机会持续的过高？稍微注意一下。那这张股票的话是所罗门，各位，所罗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，OK， 所罗门2359。那所罗门的话是不是创下近期的小小新高？那如果机器人能够持续创高的话，或许有没有遇到行情？各位在底部的时候跟你分享过机器人 ，OK。所罗门它上去盘了一万以后，这么持续过高，那有没有机会成为下一次的一个主流股？有没有来挡机器人的概念股？这是有机会的。所以有时候来讲话，股票来讲话，其实你也不要太多资，也就是说，在一个股票里面，其实航运股来讲话，我跟你说过，当一个航运股休息的时候，也换个族群，换一个族群。当你还记得吗？中年族群跟你讲华晨的时候，大家都讲华晨、华晨、华晨。后来大家为什么不讲的？当时我有送给你股票，还记得吗？900多块的时候我送给你，哎，你要来拿股票哦，不要知道说有个目标价给你参考一下。当然讲话，你就直接知道说。到目标价的时候可以逢高调节，到哪里的时候可以再逢低再接一下，其实都是一个机会。当然讲话，你要必须要知道说有没有call讯的话，才有办法做带进带出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专业的买进成长股、强势股跟转机股，未来有大行情的股票的话，其实要把握机会。当然讲话，投资呢是一种思维，你要勇气，你要行动力才会成功。当然，只要每一档股票你只能够在微笑出现转折的时候进场。我想你要受到伤害的机会比较小，当它出现发上格局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发财的机会。所以每张股票你要赚20%、30%、40%都是有机会的。你要出在一个微笑出现转折的时候，发上格局的股票，当它出现一个转折往上走的时候，每张股票都有机会成为你人生最好的一桶金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成为赢家的三个要素，你要有耐心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决心，跟对老师非常重要。好，今天跟你分享股票，对，来3406的玉金光布局 VR 二码产品有成，而且取得苹果潜望式的镜头，将第三季、第四季为旺季，可以带动需求成长。3406，稍微看一下。OK， 好，各位，它之后涨过一波，然后休息一下 ，ABC， 然后往上涨，有没有机会要持续过高？稍微注意一下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只要能够维系它是多方式的格局，它拉回完以后有没有持续过高非常重要。拉回以后找到相对性的买点，它如果能够有持续过高的机会，有没有持续过前高，或者是过到相对性的关卡价，这非常重要。当你不了解的时候，自己欢迎来找我，非常重要。其实很多档股票的时候就可以逢低的布局，当你逢低布局的时候，它自然的往上涨的时候，它的获利会比较快。所以各位要分非常股票好。5月14号，信鸿科半导体厂的产物设备，受惠旗下产物供应系统动能畅旺，有助于维持公司良好的竞争力。6667，稍微看一下。好，他来讲话，他也是修正、修理、整理完以后回档修正，然后持续有没有机会过高，稍微注意一下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很多港股票都是属于一个多方式的格局。当多方式的格局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握是有一个小小的机会，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说，哎，应该是怎么操作呢？各位，逢低布局，未来有欢喜收割。当然必须跟你分享说，哎，你必须要知道说，哎，股票操作理论很重要。第一个，先守稳。必须要先守稳的基本价位，再攻击，才有机会持续的创高。当然讲话，20000多点以上大家都很害怕，所以说其实你不要被指数框架住，个股表现正要开始。我跟你分享航运股是不是个股表现正要开始？当分享完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涨了20%、30%？都随便你怎么操作。其实很多档股票不要被指数框架住，为什么来讲话呢？因为大盘来讲话，其实它就是有过高的机会，它做一个 V 型反转以后就直接过高，那过高能够站稳它的跳空缺口的时候，或许它就稳稳的往上做个上涨的动作。基本上来讲，现在是热钱太多，当钱不论流进房市，不流进股市，这钱潮非常多，或许就是之前中国大陆的钱潮回来台湾了以后，整个热钱效应非常之下的话，台股能够涨到20000多点之上。当然讲话，你也不要太害怕，因为整个盘市来讲话，政府控得非常非常好，它只要稳稳的控在这边，其实在5月之前都是非常安全的。当然讲话，各位你要坚持做对的事情，而财富自然来。为什么坚持做对的事情？不论你的股票操作来讲话，比如说2609 ，OK， 阳明跟你分享完以后，是不是直接过高、过高、过高，再次的过高？所以来讲话，你要坚持做对的事情，各位财富自然来。当然讲话，你那时候不相信说，哎，随手还会涨吗？其实很多股票来讲话，当你越不相信的时候，它就是会涨。你要相信事实所呈现的一个道理。
因为 K 线来讲话是每一天的多空的一个方向性，当这个方向性成立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相信它，自然的它就会引导你去赚钱。这句话你要听得很清楚。所以来讲话，操作的秘诀，各位，微笑出现转折，加上发散格局，短线你可以赚快钱，长线可以赚大钱。那最近跟很多分享很多股票，其实都是属于赚大钱的。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，其实华星光是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股票，还印象很深刻吗？金利科也是328金利科，从100多块涨到500多块去，都是我在节目有公开分享。那为什么公开分享股票都是那么飙？其实一个最大原则就是有没有出现微笑转折，出现一个发散格局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不论你去操作，跟着哪一个老师去操作，这是最基本的方式。你要学到这一套方法，你去操作哪一张股票，跟着老师操作，其实很多张股票都有机会成为你人生的飙股的机会。所以各位，跟着我逢低进场再赚一波。基本上来讲，很多的股票来讲话都是一个稍微的主流股的时候，你要把握每次的机会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下一档起标的标股我准备好了，如果你想跟上脚步，打电话最快。以上就我分析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